跳就好，跳就可以了。后面怎么会有？哦，小姐，那个我是传奇傻小。哎，小好，你要去买吗？你去帮我买啊。尼克倒在哪？我现在按住了。只要找 F6 啦。你按满针。哦。我们连到 Y 外面了。可以吧 ？F6 啊 ，F6 好像在。F6 是在啊。那我叫 F6 开了。因为插座在打。F6 六分的话，六个人玩应该还好。叫 F6 我只要再说一次，一个三十几岁的老人家打电动打到早上八点以后，然后睡睡袋睡到现在，真的好傻。真的好像把自己杀了。根据我是传奇哥哥看看。干长毛，你他妈的，你跟脚踏车两个人在睡觉的地方设闹钟，超级靠北的，然后两个人都叫不醒。我忘了关，我忘了关。你还比较好，他妈的，我他妈敲了吴泽宇敲了他十分钟，他都不起床。你妈嘞！这什么东西？哎，你就是有事他照哦。有事他照，他的啊，他八个人啊，好，那我先退了。这把枪啊，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枪啊？嗯，好少看到，要改的吧？为什么会有？就是 MP5 啊，对 ，MP5， 然后有狙击镜啊。我操哎 ，MP5 可以解开啊，可以打指令解开。烧死就重新得了。傻小。还是 F 六要开是不是？哦，开 F 六开。然后他就跑去别人家的服务器玩。你以为？哎呦，前好像可以救你哦。哎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呦。没有啊。他先醒啊。他有醒啊，他有打。我来看看，我来看一下沙肯怎么被倒那个。哎，王记得，你是不是没玩两场就要走了？你第一天都，你第一天都没到玩，你就跟我玩昨天那个凌晨那几场战队而已了。看你有点废啊！还有 DOTA。走啊！走什么啦？他妈的，这什么啦？干什么？钢弹是？哦，队友有钢弹。为什么他身上有那个傻小？火焰，他要点火之化身。他说我这里播这两天的时间。那是自动发射的，是不是？干我傻小！第二就是可以被打啊！干我真的打有点屌啊！哎。我有钢弹队友，好猛哦！看这傻小啊，他头上，他头上，你看猛，没有按钮，不行吧？他那是自动机枪啊！啊，我知道，我刚刚看军服的。有，我按了，按了，按他背后的机枪，就变成他背后了。他真的超神经的，我都不懂。有，
干你为什么没事要骑在人家身上？我已经真的不行了，然后他就一个人走。哎、欸，你都没睡是不是？你还在？啊、不过吉祥平常就躺这样子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吉祥好像可以嫁的。敢烟火啊！你自己在扣血啊！你伤害到 PK PK 到队友是谁？我自己会扣血。不是哦 ，PK 会扣血。我不知道啊，刚刚他妈的猫加超快的。哎，你们到底是加了一个啥小 server 啊？可以让我分享一下。我们被吉祥射到。干，不知道怎么干人家，然后不能干。抓到了，抓到了，记得抓到了。明天他，你等一下，记得你等一下又要去天台了，我没有骗你。记得你昨天整天都没有去天台啊、哦。我们昨天是说，这票没过他就去跳楼，每次都没过。没有，他是说过了跳楼，他都。救命啊！记得你怎么可以这样？记得什么了？那只不过拿起来秀一下而已。哎，知道吗？所以现在在干嘛？现在在看 Jimmy 打那个 server 是？没有啊，等 Netflix 啊，Netflix 要开 server 啊。哦。还是我们要去别的 server 玩一下？什么零点 server 干什么？全都是。全体制啊！因为强国人多、啊，各种全体制。三炮军力大小，他们这个活动其实真应该拉那个叫什么？拉红牛当赞助商，我觉得。哎，我觉得原本说有啊，机枪被我偷走了，好爽哦！送啊，机枪被我的。加了，
对，然后我在那直接把脚踢中了。干你他妈的！好了好了。哎，这不是我们玩具吗？我把两个奖品交出去。啊？你现在应该把那张作废。那个招板作废了。现在把这张作废。我要把这张作废了。哎，有点不太好。作废。作为小。啊，跟不起来啊！跟不起来啊！放一下。那你现在来请。看会不会抽单？会不会请到六点就好了？我要请到六点啊。哦，那你上面写十四点的，写十六点的。啊，我想把这张单抽掉，我要重请啊。哦，抱歉。哎，大家看看，刚刚是无敌跟外套的，现在很凶啊，就是他，无敌跟外套就是他。没有说好，说他看不起啊。他无敌跟外套。有种问抽单啊。看不起来吗？是设定有问题是不是？抽单不在这个。我是想进球做一次更新，之后就开起来。他说视频有更新以后就开不起来。是要那个吗？是需要新的套件还是？还是我们跑去跳舞吧。这个还在补比赛。啊，我们暂时暂住在网络啊，不要嘴哦。哥啊，都没有游戏哦，他妈的，我要打《文明帝国》了。只要打了《文明帝国》啊。啊，有没有跳《文明帝国》啊？现在时间不够。他自己很多题，你就算了。你他妈两个小时，给我起一张，你们有病是不是？AD 完全不行啊，只想一个 AD， 这个不如姿势啊。我昨天没过啊。他刚刚那个叫走一下，走一下没有射半枪，真的笑死了。我知道，应该跑到这边了，我没看到。对啊，抽到在这边哦。实际上就是四肢又是老人。那我可以把它作废吗？还是我可以重新改？有什么可以改啊？你得直接改。Carry 吉祥超 Carry 的概念，对吧？也是，他真废。来，有没有干什么机油的电脑？先生不要有心思。那你要可以架电脑了，是不是？架电脑，架起来啊！什么东西？不用回去啊、哦？你两个小时，然后我要多起点。你一开始就应该这样，白痴。等一下，然后呢？